好，2.1 的练习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第一题只是要你选这个偶数跟奇数，那奇数是25、9、87，诶，120好像不是吧？好，这个120不对吧？好，还有263啊，263，120是偶数来的啊，160是偶数。然后奇数，哎，偶数的话是18，120你漏了，1248，对，还有31556，哦，没有写到，可以吗？OK，所以这两个有点错了啊。然后呢，第二题，自然数里面小于12的偶数呢，是有2、4、6、8、10。哎，就停了，因为十二就是，十二我要小于十二是不包括十二的。再来小于100里面大于90的奇数就有91、93、95、97、99。OK，所以这里两个是正确的。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哈，自然数里面最小的偶数是多少啊？是零吗？其实因为我们的自然数哦。我马来西亚定义的自然数呢，是从一开始的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是没有零的。OK，所以我们根据回马来西亚的标准啊，这个最小的偶数应该是二。哎，因为是自然数里面的最小的偶数是二，最小的奇数是一啊，这个是对的。可以啊，啊，就是虽然很简单，但是还是会有错误啊，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从错误中学习来。